用心啊，加辣呢，先别里都喂兔呢，先里把里鸡，别拿一头鱼肉算嘞。哦，吵架嘞，中午嘛先拿啦，那当家里比哦，别别别，芝麻一比，哦，别别别，芝麻一比，算了没。刚说呀，没追我呢。刚哪位嘞？哦，刚我到古阿爸那说嘛哟。哦，俺们这边该是，这边该那说不？这边该那说了，那是被你见过嘛不？没嘛呀？俺们里头，人呢多个呀，像一臭逼，谁去让这边的带来的多，叽叽喳喳的。哪里？刚说要工作啦，大伟这么美呢，看那里上哪有家？那哪天没到会来吗？看那里上哪有家？那哪天没到会来吗？哎，哈。今天你还有点东西啊？哦，公司那里的老板呢，新买的垃圾里呢，这妈妈休息的那下垃圾，钱有点东西来拿不？老百姓这妈妈来的西安的啥了吧？几米二米的啥了？大伟，我有钱了，我把兵买了，说钱有点了，你来陪咱姐妈没嘞？那那老啊，你比吧。新路要家里边，别买那新年了。这马路一些马里马来的，别的呀啦没事的。哎，木给啥子你给我弄的呀啦？新路他当不别买的。哦，好大呗！哪有家？这你给我弄弄啊，是不？别买了不，这玩意儿呢？到哪了呀，姐？到哪了呀，姐？大家，大家，他喽，白先生那里嘞？啊，明天来过，苏北爷的意思是这样了，我们家的拉路呢，把路。哦，是用的被子，现在买礼拜的包，买礼拜的来，咱先弄完买的。啊，现在面包的路吧，路都没有开么？我本来拿来开呢。哦，没开的嘛，路就把开开了，先不上别嘛不。真的来别的。电脑一声，哎呦我的妈！电脑一声，电脑一声，电脑一声。电脑闹着，啊！这碰到的，说没有翻译出来，别的个嘞，来人 follow 里面留备下不？你大家看下吧，这个呀，电脑这这都哈达的哦，这别的个里面会点嘛不留吧？阿龙记住点嘛，这个呀，别领我了，我们嘛，电脑查查备吧，这个呀。